有人比我懒。好了，上课了。今天的课是教大家辨认蘑菇。下雨过后，青青草原有彩虹，有嫩草，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蘑菇。好啊，我们最喜欢吃蘑菇了。可是有一种是不能吃的。村长，蘑菇不都一样吗？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因为这种蘑菇是有毒的。啊，有毒！哎呀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迟到了！这里的蘑菇可真漂亮啊！好香啊！边走边吃吧。不是这张，也不是这张。不是。沸羊羊，你今天怎么迟到了呀？我家里的闹钟坏了。不过赶来学校的路上，我采到了新鲜的蘑菇，我还吃了几个呢。来。真漂亮。真香，让我也吃一口吧。慢着，不能吃啊。为什么呀，村长，这多好吃啊。哎呀，你吃了。那又怎么样啊？你吃的是风羊菇啊，吃了风羊菇的羊十分钟后会发痒，然后会双眼通红，肌肉发胀，接下来会发黑，然后就会手舞足蹈。村长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是啊，接下来它就会变成一只疯羊，到处追着动物来咬，给它咬过的动物也因此而感染疯羊病啊。哎呀，沸羊羊，你和大家躲到屋里，关上门，我去引开沸羊羊。是，大家快来呀！村长，你快走，我来引开他。你把他引到实验室去，我们想办法来对付他。终于捉到沸羊羊了。沸羊羊怎么样才能好呢？就要靠这个了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要把沸羊羊单独的隔开，他还有一个月内每天打疯羊针，直到眼睛不再发红为止。红焖羊肉真是太好吃了，看这本书里面的彩图都香喷喷的，实在是难得呀。怎么湿乎乎的？哪来的水啊？好哇，原来是你的口水。老婆，这本书写的太好了，太逼真了。哎呦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赶快捉羊去。可是老婆那些羊都太狡猾了。有什么可是的？你要不要再来一下？我马上就去，老婆。别怪我没警告你，如果抓不到羊的话，就别回来见我，知道吗？哎呦！怎么有只肥羊给关在那儿了，还靠栏杆那么近呢？一定是犯了错误关起来了吧，正好给我下手的机会。高空吊车出发。是灰太狼，他想把沸羊羊勾走。把他放下，你才疯了！再见嘛。快告诉村长。等等我。喜羊羊，你拿这个去灰太狼家，抓准机会，用这些针和药射到沸羊羊，把他救回来吧。是，村长。
啊，那要是碰上灰太狼怎么办呢？不要紧的，你照样用针射他，这些强力镇静剂可以让他安睡15分钟。哦，知道了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小心点。老婆，老婆，快开门，开门呐！你老公我回来了。吵什么吵？羊呢？这不是你要的肥羊吗？啊，太好了！我去弄点佐料去，你在家把它上锅，等我回来做红焖羊肉。是老婆。嗯。哎，大肥羊，来做我的红焖羊肉吧。哎呀，死到临头了还那么凶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干嘛？救命救命救命，怎么羊会咬狼啊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救命啊。哎呀，救命救命啊。哎呀，救命救命，救我，干嘛救我？我的肥羊呢？嗯，肥羊？哎呀，老婆呀，别提了，这羊它会咬狼啊！羊还会咬狼？别当我是傻瓜！不是，它真的会咬我呀！你看这是伤口啊！哎呀，我怎么会那个发痒啊？羊！哎呦！我问你，羊呢？是不是一个人独吞了？说。没有。嘴硬。哎呦！怎么了你？想造反呢？你还咬我？跟你没完！哎呦！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变得更柔软。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心上，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，这岁月难尽把我追赴也当作游戏一场，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笑容都会悲伤，这生活晒得沾染起来永远不会沮丧，在岁月间去拥有家人大笑的力量，虽然我只是羊。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哼开了灰太狼，嘟哒哒嘟哒哒嘟嘟嘟嘟。